听见了，好吧。跟那个老师讲什么了？我忘了，我也忘了。那你又怎么样了？哎，今天没上班，肯定没上班。没过来，他们也没过来。对，没上班。Barry 还差混的钱。应该是吧。这样我觉得够了，暂时再敲后面三个，我们这个先。